你是免签改太提通措施内，该两市推重燃改动水机，刷共用的掉下架散烧，即下出变做来冲再起，建构再后冲建改安度挑战。刷共起公所草案部出 TPG 盘内，九年之太提通均在艺术中间营养不同。除了放松建立刷共再后冲建改纪录片，无下之外，同时也其他内感。按任恶费，大部分用我来监察，改动念来填救灾嘅各界人士。这是一部发生在台中社工界的真实事情。导演陈文斌透过镜头详细记录去年日台地同了后，社会各界今年再去听受社工乡亲重建家园。这部名按作家界纪录片，还是因为第四十一届金马奖。九一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呢，我每天都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拿着一张石冈的地图，挨家挨户的去跟每一个难过的人、准备要离开的人、放弃的人，告诉他们不要离开石冈。今天呢，我们最主要有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九二一的赈灾的相片。第二个阶段是我们要播放家的纪录片。那第三个阶段呢，我们是用音乐会的部分来呈现。为了纪念去年日台铁通二十周年，台中市社工区公所特别举办感恩法通，除了放送纪录片之外，还邀请纪录片导演同主要人物同乡亲敲响回响，带动新界深度立场。我二十年后重新再回来这边看，我更加的相信我二十年前说石冈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，果然没有错。这二十年来，石冈变得越来越好了。二十年了后。台铁来讲，建设方面已经完成了。不过，我认为森林的重建，还有个客庄的语言文化的保存，还是当重要的。也是安尼客家委员会所要努力的方向。我为主办单位委托通用客家文化馆举办客家三乡感恩纪念会，社工妈妈剧团同幼稚园小朋友都来表演，还安排食材博盘，感受赈灾期间灾民的生活。搭帮了来感谢各界人士，这东西天受赈灾，本社工乡亲是在爱国的团难忘的岁月。看新闻，李新龙台中报道。